这餐厅吼，这白色我头一摆看到，好了白色。我餐厅吼，内底几啊万只，你要创啥？是伫我咧做外销的哦。你看，饲这萝莉会当饲到外销啦。报告连长，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你去困一条。报告连长，为什么你还要困一条？做一行爱一行，我们要体会它，了解它，爱上它，然后才能养出一百分的猪。什么台湾台29频道，每礼拜一暗时10点，草地状元。